探讨，只要这个是探讨，就可以展开。对，那两个就是探讨。没有啊，是啊，这也是很想第一次来，来去向原来的那个时代去致敬一下。后来就是那个 AMC， 就是美国的那个电视台有一档节目，不是一档节目，叫一个美剧叫《奔腾年代》，它一共有四季。但我觉得那个剧干货比较少，就是它去复原当时的场景，很有印象，所以就插入了很多的这种成人的情况。然后我觉得看偶尔看一下不错，就是他那就是觉得好像美剧的套路，就《奔腾年代》很不错。然后《奔腾年代》其中，我认为王安的电脑应该是在哪？哦，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姓氏非常的 rock， 看到没有？这是他们那个王安电脑公司的门口。反正我有多少姓了？哎，我说起来，我也姓王，对对。说起来，据说姓王以前都是王族那个后代。对，所以有时候还有个说法是说，那个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王族的后代，所以在某一个时代，他们那个穷人的基因就传不下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活在现在的每个人，他往上数几年都是王族。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姓王？王莽，不是应该都是那个被罢黜的王族后来就是？然后你看这个是这个图片放大哦，这个图片你看这是跑的是 BOSS 3.20，所以我最近还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BOSS 3.2不是当时最6.2，这个好像是1981到85，这是85年的景。我之前看到一个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叫做 Silicon Cowboy， 就最早有那个90年代末啊2000年代初有一部纪录片电影叫做 Silicon Pirate， 就是硅谷海盗，讲微软和那个乔布斯。当时那个电影最后是乔布斯黯然的就离去了，没有想到后来乔布斯还能翻盘，因为那个电影是他差不多在2000年左右，后来乔布斯翻盘，那部片叫硅谷海盗。然后最近有一部片子叫做《硅谷牛仔》，讲的是公司位于休斯顿的康柏公司，就是那个纪录片里面说，康柏公司是为什么大家一直称 PC 和 VS Mac 而不是 PC VS IBM 的原因，是因为康柏他最早把 IBM 的所有的兼容机全部给腻了，然后导致 IBM 它的机器。它的软件在 IBM 机上跑的，还没有在康柏上跑的，就是因为那个康柏他们最早呢推出了一个就是所谓的 compact 嘛，它肯定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箱子，然后那时候电脑都很重的时候，它能给拎起来，然后它的键盘，它那个是一个啊，看一下，大约是这么一个东西啊，是这么一个箱子，然后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提手，对，一个长方体。然后这玩意儿抠下来之后是一个键盘，这个平面抠下来是一个键盘，然后这是最早的那个康柏的电脑，然后这个时候它跟 IBM 的机器是兼容的，然后呢，后来 IBM 过了几年，他们决定要也做一个这种可以手持的机器，结果发现他们做出来的那个机器的软件的兼容性都没有康柏的好，所以康柏那一段时间就非常的好，就是那个。而且后来 IBM 再过了几年，在那个纪录片里头，再过了几年之后，大家 IBM 认为不要再搞这种兼容机了，他们后来推出了所谓的 PS2， 就是 PS 斜杠二的那种 PS/2， 对 PS/2， 就是那个操作系统，不是 OS/2， OS 那是 OS 那是 OS 我不太记得，反正就是。就是那个之后想要跟苹果走一样的路，就那个时代还有苹果的那个 Lisa 和那个叫什么来着，最早那个电脑叫什么Apple 2，应该是 Apple 2 1952，差不多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与此同时苹果在推出那个 Lisa 和前面一代产品的时候，那个 IBM 他们逐渐觉得也要转成这种私有的操作系统，后来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康柏和联合几十二厂家加上盖茨，他们一起，然后就开始推出 DOS，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细节应该是可以把那个史前的时代和我的记忆现在接到一起去，就是说微软应该是在那个时代去兴起，就是微软最早应该是也是给那个
IBM 的电脑上去写操作系统，后来 IBM 他们要做自由操作系统，后来就把其他硬件文档给踢掉，后来他就微软就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我的认知啊，我的认知。微软最早不是给那个阿尔卡8080写的一个。对对对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给 IBM 写操作系统。啊，对对对。对，这是我的认知啊。再后来就是那个，Throughout the Great Wall。第一封邮件。这是第一封邮件，我看一下我的这个。你发现没有？就是一般大拿一般都会拿一张纸来讲这个看法。但是你拿了好多张。那个是哦，这1993年的3月20号。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我觉得这些是老师高能物理，高能物理研究所好像是在玉泉路那边，租用 AT&T 的国际卫星信道接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SLAC， 哦，这好像不是这个邮件，然后 64K 的 DECnet 专线正式开通，然后使得几百名科学家在国内使用电子邮件，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然后前两天看到一句话关于电子邮件呢，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叫做电子邮件是最古老而最成功的网络协议。我认为这个总结非常好。哦，前两天我还第一次意识到，就是你知道电子邮件后面不是有点，一般来说在你写你的 signature 写你的签名的时候，一般前面会有两个杠，对吧？但是两个杠后面是有个空格的，这是一个协议，就是它是那个 Usenet， 就是最早的这个。USENET 它的风格就是后面的签名是要杠杠空格回车，而不是杠杠回车，所以大家以后又要有一条新的鄙视链可以建立，或者收到邮件看看它到底杠杠后面有没有空格，如果有空格啊，打你，有没有空格啊？注意，我们稍微检查一下，我是因为那个我一会儿给大家演示电子邮差不多的时候给你演示一下，我后来我是在这个时候才看到的，它就叫做什么 SIG dash 的一种方法，好，这是电子邮件，然后呢，为什么我这次的标题叫做 Heroes in My Heart， 是，我这是我大三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在上自习，然后实在是学不下去了，就去图书馆的机器 Telnet 的水幕去逛水幕，然后看到有一个连载的帖子叫做。Heroes in my heart， 这个标题叫做写给那些喜欢数学和不喜欢数学的人，还是写给那些了解数学家和不了解数学家的人。然后这本那个连载的帖子是2002年在北大文营上最早连载的一个帖子。然后给大家读一段啊，读的上网，我给你们找一个短而有趣的。这个帖子每个都很有趣，我当时看了好几遍，而且我这本书是我自己打出来的。就是去打一遍，装帧一下，然后搬家，你看搬，差不多7年过去了，我一直带着。你是说这是铁打的？这是个铁打，你可以打出来。不对，您可以尝一尝这个，可以尝一尝。对，这个帖子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不是现场的。对，就是差不多这个。然后所以呢，到这里我就给大家顺便演示一下如何去在终端里面逛水幕，就是现在。水幕的话是这样断的啊，对，有点意思。哇，没提。哎，你是不是还得把那个什么给它变成宽字？为什么是这样？哦，我知道了，因为那个这个屏幕太小。不是，你是要把那个。我把这个这。那个。不是，因为。这边可以模糊字。因为宽度太小。屏幕对，宽度太小，你这个还是有问题。是有点问题，就是它的宽度不太好，所以。不是宽度，不是屏幕的宽度不太好。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是 CJK 的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水幕，比如说 Joke 版，它的近版，然后比如说 ST2 的，这个版特别有意思，超神，对吧？比如说我看那个保留区，比如说，对了，现在水幕还是 Telnet 吗？不是，它是 SSH2， 是上一次那个 SSH1 有什么问题，后来它就给关掉，所以现在它最近刚出的一个新的功能是也可以，看到啊，我不太用。它是 SSH1 和2都兼容吗？现在只能用2。哦，不对，1和2都兼容。上次是因为那个 OS X 推出10.5.0之后把 SSH1 给去掉了，所以大家就用了 SSH1 了，就是那个连这个客户端也用不了。
就是他最近是出了一个这个功能，可以改自己的个人攻略。这个我们早就可以录可以。然后它的快捷音是 Ctrl X， 然后放 Emacs， 对 Emacs， 嗯，然后我就带大家去那个快速的导览一下水木的一日游，比如说那个我工程物理系的系板公务系，然后这好像在我以前在这当过版主，哎，是不是没有计算机系？有那个 D 小 DCS 吧，化学系那没有，应该没有，那个从来没开过。他们有主点，对，不认识。有，但是你关闭，这个是2014年关掉。然后比如说那个数据库吧，哪个老师？他按 Tab 键是可以看到备忘录。杨考人在听。杨考。哪个老师？好多年。非常好。然后数据库也，哎，这个上面好像还有那个阿里那个比较牛的那个人叫什么杨振坤。然后就是你是吗？不是我不是，哎，这个人好像就是杨振坤，他不是，反正这里面有杨振坤，哦，那个水木上有刘慈欣，你知道吗？嗯，刘慈欣在那个经常在科幻，嗯，对，科幻，好像郝景芳也在这上，反正这个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比如说 joke 版是笑话连篇，注意看哦，我所谓的保留区是指那个。被版主给 M 的，就是加那个精华可以理解吧？比如说找我曾经还有那个哦帐篷啊，然后还有几篇那个几篇笑话传世，就是被旧版收翻的，收翻登加票，收翻发收翻登加喝，收翻登加喝，收翻收喝。然后还有这个段子。说有人问我说那会儿我们上网还要插网线，那时候那个2009年、2008年的时候，那个网络还不太发达，没有 WiFi， 然后就问，然后呢，就关键这个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比如说 Python 版，哦，你看 Python 版，还有 Emacs 版。哎，不，这不是一面假的吧？这是一个假的，好吧？这是镜头。对，还有那个 Win 版。Win 版。哎，没有乌干达二头。哦，你们居然没有玩过是吧？哇，这个，我觉得水木就是关键，你看帖子特别好玩，就是你可以比如说那个迅速的看帖，嘎嘎嘎嘎这样就看完了。比如说你要发帖的话，你就这样 ，Ctrl P， 大家好。然后发出去了，然后你要看那个网页版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子，这是对应我的网页版。然后我如果要删的话，按 D1 删掉了，这篇帖子就删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效率是特别高的，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那个发帖能够这个，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然后 Office 五，比如说当时那个 Chinese。对，这是那个什么基因养殖法，比如说还有什么，比如还有趣的版，我去 tag 版给大家看一下 ，tag 那个 tag 版，大家看那个，它这个精华区里面整理特别好，就是那一代人非常的，比如看这个八卦 news， 比如这个。然后说 Knuth 当时也是学了一个打字游戏，打字的东西，然后打得非常快，所以后来他觉得这个打字速度比思考的速度要快，所以就用铅笔来写，这样速度一致，这也很有意思。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当然这个东西上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玩意儿，比如说有这个游戏专区，你想那个时代大家实在是没什么游戏。还什么有力测试，就是玩一个，哇！不知道，哇！寿司，干球寿司，
还是，居然还是弯的，居然还是弯的，小厉害。那是自封地王。对。新宫战斗机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玩意儿，不太清楚，没玩过。我是一个，不是，对，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就是对游戏天生的吗？但是你们可以打自由的。注意看哦，注意看哦，第十七名。前面我觉得，我觉得从这个这个以上，那1000WPM 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上应该顶了吧，应该。要我是人类的第二名。如果这个人，我如果把这个人干掉，我上掉的话，还有 CQ，CQ 就是那个查罗，那个叫什么？叫那个詹奇查罗，他有机械，我问过他，他说这是机械。哎，那为什么机械人还？我去，哎，342还不错，然后他为了防止你把这个给抹了之后卡住威嘛，所以这个都是拳脚。这个超有意思。当时还有什么博客啊什么这之类的。他好像还可以查单词，按卡住威查单词，但是他那个单词系统不用换，但某一个时刻依然可以用。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幕是2005年之后的这个所谓的新水幕，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教育部部长周济说要什么什么事，但那时候我们家还在高一，所以我不太了解，我只是在维基百科上曾经花了一个通宵在紫禁城号楼，一个通宵去看维基百科上关于水幕的资料，然后当时这样，最早是一个 BBS 点清华点 UDN 点 CN 的这个地址，C 吧。就最早是校内的一个站，而且是当时是这样子，是又允许校内登录，又也允许校外登录，而且它也不是实名制，所以大家一直到2005年之前，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呢，比如说我看那个，我去第一篇帖子，你看这是2005年开始迁过来的，所以水幕其实应该是从九几年开始。他最早用的是台湾的那套叫什么 Firefox 2000，哦，他那个站长叫 KCN， 啊，你看他的个人的签名档是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第二天就大家称他为上帝嘛，就是创始站长，他是搜狐的那个搜狗的 CTO 叫周林吧，不是，现在在搜地带，哦，他有一段时间是在那个，他是搜，然后这里面还有谁呢？有央靠。央靠肯定是有，看一眼。央靠哦，哎，还有哎，然后如果现在给他，好发过去，就这个系统，它的设计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就是说大家都登到一个主题，因为那个性能足够嘛。然后，所以我前两天又在看那个有一个项目，因为它是说给你一个盒子。然后那个盒子可以通过比如说微软远程桌面的方式登到服务器，然后那边的性能非常好，可以打游戏，比如说打那个什么吃鸡游戏。不行，网络不好。不，他既然在那个好像在 Kickstarter 还是在哪去众筹的这个项目，应该是他们有十足的把握在想这样做。是不是 PS 比那个串流不一样？最近有这个东西吗？但是很失败，因为没有基本就被卡在网络这一块。对，但我是觉得，如果在网络再继续快的话，可能会再回到这种一个大主机的时代。然后我再给您看，哦，没有说完，说这个当时那个水幕，在2005年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实名制，一个是要，因为当时很多那个技术反应，就是当时的水幕不是就已经不是清华的水幕，而是整个全国的水幕，因为是一个最好的 BBS 之一嘛，还有北大卫还有我们的中科院的什么科研星空。台湾现在的 PTT 现在也非常好，非常好。PTT 现在PTT 现在居然是，那我可以登上去试试看。PTT 的那个网页版也特别招待的。然后我现在，我现在登到我的服务器上的话，一般是这样子，就是 TA， 就是先登到一个阿里云的服务器，然后再登到另外一个服务器，然后我插个 EBP， 插 EBP 的话。你是要起那个 GPG agent 吗？嗯。
你为什么把它放在那个什么白沙溪？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岛上调调，那我觉得这边是因为不常用，所以。他没返回，第一门应该是返回了。是啊，他返回，然后我输了。嗯，这得到了你家的，还没杀过。我很烦这个东西。啊啊，这个一棒，直接套个一套。已经往上了。这种用法是我最近发现的，其实在 BBS 时代大家用叫穿梭，就当时这种说封禁了校外的访问，所以有一些机器它跨接在两条，你可以先登到这个 BBS 站，然后再登到另外一个 BBS 站，就是都跳 net 嘛，你只要登过去之后它被我们删了，直接枪毙了就好了。就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穿梭的方式，就可以那个记录下来的地方。对，然后这个是刚刚说我们这个 UDP 的这个密钥，然后这样应该能登上去。好慢，因为为什么这么慢？其实不慢。比如说这个是我现在的电子邮件系统，然后就我刚 Facebook， 然后电子邮件我把自己调小一点，然后比如说我现在的代办事项列表，我也用个 IMAP 用电子邮件来管，比如说我的那个 movie 邮件列表，你可以看到很多我要看的电影，对。我突然发现我的代办事项列表基本都破产了，但只有我这个电影列表还在用。然后设置了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到了清华我可以做的几件事情，我可以顺便看一下。没错，华为哪里穿？高一穿不在，所以要回答了。哦，这个已经要回答了，就可以把它删掉。然后要做件，哦对，内存条要还给你。现场还给我，我的是你吧？是我的吧？是你吧？你也让我想起了。ECC 内存。金条啊，这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条在哪儿？因为我在办事项列表，我发现这种很有用，就是说当你在这边的时候，你可以处理掉这些事情，说这个也干完了，然后可以删掉，然后这个是租费可以删掉，然后哎，要课件，为什么要给你要课件？哦，应该是那个现在庙的课件，对，回头再给你要，还在我这边这样。然后如果要看那个电子邮件的话，我分了几个，比如说这边的看那个 IETF 的邮件列表的话，它是这样。你可以按照主题去 sorting， 但是这个 IETF 的基本都是通知邮件，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我去找一个。你还写过 RMC 啊？没有写，但我一直想写。那你4月1号跟他们写。4月1号写还是这样的？对，今年4月1号的。哎，你们知道那个有一种是基于那个量一夹的 DHCP 服务器吗 ？RMC 吗？我知道。那个居然一直在用。加张纸片。就是一张纸片，比如说有192.168的什么什么，你还得打好，然后旁边都有这个夹子，夹子上也有标签，然后你要用这个 IP 地址，你就过来把那个夹子拿走，然后夹到软件上，然后你不用的话就把那个夹子夹回来。RMC 某一个标准，二开头的一个标准，可以用。那是他们有一次开什么关于互联网的会议。然后呢，那个有一些电脑不支持 DHCP， 所以对。对，再接下来，这个是 NNTP， NTP 的话就是这个叫 GMANE， GMANE 是一个就是 GNU，就是 Emacs GNU 的那个人，他好像白天的工作是一个这个基金经理，他晚上的工作就是 GNU 和GMANE 和 GWANE 吧做。GMANE 是把 RS 那个邮件列表到 NNTP。协议的一个网站，然后 GWANE 是把 ICS 转到那个这个 NTP 的一个网站，都是 GNU 的作者他自己在管的。他其实我看的好像就是几个 bash 脚本、Perl 脚本在，反正很稳。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要看那个 IETF 点 kernel 是他们那个密码方面的一个邮件列表。就是这个 NTP 的好处是你不一定要订阅那个邮件，发现订阅邮件的时候，可能因为你不怎么参与那个邮件列表，你基本上就会把你邮箱炸掉。然后就越来越没有信心，然后就做，然后你可以做一个。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正好被那次的？那个 Linux kernel 的列表，一般订阅之前，它会有 FAQ 让你，然后你说，他说你确定你要订阅这列表吗？其实你可以看那个叫 LWN，LWN 就是 news from the kernel source。哎，我一直觉得 LWN 这个设计非常好，就是我就后面还有专门一张要说那个所谓的 consensus， 就是说IETF 它的这个标，它一共有个四句 slogan， 就是 roughly consensus running code。Open standard, open source， 就是 roughly consensus， 就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致性就可以。Running code 可以跑的代码 ，open standard 开放的标准 ，open source 开放代码，就是 IETF 的这个标准，他们的这个形式准则。所以我一直认为 consensus 就是达成一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比如说，即使我们现在在 Telegram， 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 Telegram 的群组，然后我过年攒了8000多条，加10000多条，加3000多条，你都读了。都没有读，因为有一天谁艾特了我一下，点进去都吓掉了。因为原来我是准备攒着一起读，一见到底。对，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我们出一个类似于 LWN 的这种服务，就是说我们把一些非常有用的消息，订阅要花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那个电子邮件它的这个协议其实设计比较好，就天生带着这种to do list 这种特性嘛，就是你可以不去跟进它这条事件，但你总会有机会去把这个事件给消掉，一个一个读掉。但是微信就不行，对啊，微信肯定是不行，你看哪天根本就信息就爆炸。所以又说到 Knuth 之前他有一个帖子，我现场找一下，超有意思。Knuth 那个 email， 他专门在他的主页上有一条关于 email 的一个说法，说到底那个我们应该用 email 呢，还是用 e-mail？ 然后他好像是说我们不应该用 e-mail， 而是用 email， 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他前面这段说我现在已经不用电子邮件了，所以有人要联系我的话，请直接向这个地址去写一封明信，然后我的秘书会帮我人肉的 filter 之后放在我们桌面上。然后他在里面又说，如果以前他收到那个电子邮件的时候还会很生气，现在他用纸质的这种邮件，如果看到有些人问很蠢的问题的话，他也不生气了，直接把纸掉个面，在背面开始写他的 TAOCP 的草稿。超有意思，这段好看。对，这段很有意思。哦，说起来这个，还有一个是那个GNU Nano 的 FAQ， 我一直认为是超有意思的一段 FAQ。他这种，我觉得大家有趣可以读一下。然后说那个 Nano GNU Nano 的历史是什么？哦，你问的很好。然后那个某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一直用那个 Pine 里面那个程序。但到一遍的时候发现那个 license 有问题，到1999年的最后一年，然后 Chris 这个人 our hero 这篇文章就是他自己写的，果然又在抱怨说为什么没有 Pico， 所以他就写了那个 Nano， 后来好像还被那个 Richard Stallman 去封为 GNU 的程序，所以变成了 GNU/Nano。GNU 三呢，我认为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程序，我觉得还挺好用，因为它基本上都是跟那个很正常的一个很正常的，对不对？然后也有 Ctrl+X， 尽管比较吓人，但是大家看到它底下是有两行的这个帮助的，这个形式是挺好的。还是至少给 Node 退出。其实我并没有最终看的方法，让新手退出。我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那个，等会儿那个叫 Manual， 我把那个 Manual 给关掉了。就是它所有的，你看啊，Alpine 它的设计 ，Alpine 是1992年推出的一个电子工作端，它一度被称为是 the email client， 就是基本上那个美国的学校或者是爱丁堡，就反正欧洲学校，就那个年代大家基本上都在用 Pine， 因为是可以 telnet 到一个主服务器上，那个主服务器可能把你的用户在 password 里面写你的 shell 就是 Pine， 然后你直接登上去之后直接就进到这里面，知道吗？还可以改密码的。New password， 它是改你的用户的系统码，所以它基本上是做一个 shell 的这样的定位来设计的。哦，现在已经退不出去了。哦 ，Control 加那个 backslash。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对了，我看就是加反斜杠。对。然后注意看哦。注意看哦。就是把 Alpine Q 这是它的所有，稍等啊，
他是设计跟那个 P 就是 P 我是因为经常用之后就把底下这两行给去掉，它的设计就是说是有一个你不管在任何的上下文里面都会有这两行帮助，这它设计很有意思，而且你看它还有一个 keyboard lock， 也就是说是可以锁屏的。没懂啊，锁上没懂，我锁了，哦对对，锁掉了。然后就是它的设计是你离开你的电脑一直是登着这个 shell， 然后你看它的时候你把密码对不对，这个屏幕给锁了，然后再输一个密码就回来了。万一忘了的话，你就把程序你就重新登一遍就好了。它就是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措施。然后你看它的 release notes， 现在主要是这个人在维护。他以前是华盛顿大学，他在华盛顿大学读书，后来现在在某一个大学当数学老师了。然后我还给他报过一个 bug， 我帮他修过一个东西。哇 LDAP 里的。后面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给他报过一个 bug， 后面还有一个，哎，好像就两个了。还有哦，但是我是想说，就是他这个设计其实跟 BBS 是一脉相承的。他跟这个 BBS 其实，比如说我大家记得刚刚是锁屏，对不对？他这边好像也有一个锁屏。有吗？我记得是有的。我以前好像用过这个锁屏，锁定屏幕上。就是我们发现的秘籍，密码输入错误。我不记得我的密码是啥了。因为又真的是用的，你知道吗？我们俩在拉仓，就是说我就是从水墨这一套跟那个 Alpine 来比的话，我认为 Alpine 应该是 BBS 先驱，因为它有很多的设计，包括那个水墨是 Ctrl X 去发帖，然后那边也是 Ctrl X。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curl， 05，啊对，为什么会开个 curl？ 明明是 curl 啊！我刚按了一个，啊，哪里会有个英文？哇，就是测我，这测我们也是这样意思。还有一个超有意思是这样的，那个 prompt 那个红，他测出需要有代码，他测出需要没口径那个单词单。那个叫啥来着？直接分析的嘛，知道怎么展示。那个宿舍单位肯定是这些都在那个网就好了。咦，它是中文的。这个有人给那个 OpenStreetMap 写了一个，这个东西我玩过，这个但这个看你网络延时都不是，关键是这个它支持鼠标的那个，对，好像是看不见这个放大，这个不好，Z和 A 应该是 A 是放大 ，Z 是缩小，它跟活界有没有画对？这个画对，为啥是包头？包头，霍格浩特，好热，哈哈哈哈哈，找一下，找下清华的吧。稍等，飞了，不好意思啊。这是不是鼠标？我没，它不是跟嘴有的，哦，跟鼠标可以，但是它比较慢，放色比较慢。哇。感觉有种看在飞机上看地面的感觉。哎，这边应该是那个，一块两块那个虎吧？魏明虎，看不见吧？魏明虎没人打。晋春元，琼华岛。怎么晋春？哦，应该是这个好像已经是最大的。这个已经是最大，就是它后面接的是 OpenStreetMap， 所以就是这是个很。哎，那他那个中文不会把那个字符挤偏移吗？就是他用那个等宽字符是没有问题的。不是，但是中文占两宽，他如果要是那个好像把上面那个扔掉了吗？他不是挤出去，就是只是把上面说完这一坨，然后我们说一下那个说一个比较这个电影大家看不懂，就是因互联网之子 Internet of Things， 这个是 RSS 的起草人之一，叫那个 Aaron Swartz。他那个
这他是 Reddit 的创始人之一，他后来在 Reddit 赚了一大笔钱之后，那个买了一大公寓，然后自己只睡在一个箱子里面，搬出里面，一个箱子里面，他觉得挣两个房子就够了。我觉得他这个叫这样子，但是你看他的书包就得放在外面。对 ，Iron Swords。然后，我觉得他那部片子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但我觉得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他说每个人都能发生问题，真的是谁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我觉得这个恶意的正是你。然后那个这个是他跟 RMS 去合影，然后你看他们全部合影。所以我就在这儿，所以从那个人脸呢，人脸路由来说，我们应该跟他能够跳上去。人脸路由，那个几六跳，对，所以这跳，因为我们接入了核心路由器嘛，所以我是可以跳到他那里。然后但是后来他那个他后来觉得这个 Alvester 或者什么那些出版机构非常黑心，他就去做了一个叫什么 U 盘的一个活动。就大家每人拿一个 U 盘去公共图书馆，有些可以下你的官网码，里面有个程序简单的备案脚本，可以把那个 paper 都下下来，然后你再拿上去公共去批量的上传到一个核心节点上，有点类似那 SciHub 那种东西。后来呢，他又不满足，就去 MIT 的校园里的机房，我操，去放一个硬盘，我操，定期去收，然后被 MIT 的人给用。后来又被 FBI 的人去钓鱼执法了吗？钓鱼应该是钓鱼执法，反正是折腾了好几年。后来他自杀了，非常伤心的事情。这个，后来有人就在抗议说，你们 FBI 真的有，还有你们 MIT 真的是想要把一个人弄死，想要把一个自由软件运动的人，一个开源有运动的人，一个讲 CC 的一个人，这个是他意思吗？这个后来 MIT 后来都已经在这个事情，其实他们好像很愧疚，不太愿意提这个事情。然后后来那个 Tim Berners-Lee 就是互联网的 CERN 的那个 Tim Berners-Lee 就互联网的创始人，三W 他应该是 HTTP D 的，这个他应该是搞的阿帕奇 HTTP D 的话，我在听过。他给 Aaron Swartz 致了一道词说那个我们hackers for right we are one down。We have lost one of your own。 然后这是 Tim Berners-Lee 在2013年这个悼词。然后 Tim Berners-Lee 后来很庆幸的是刘家昌去了。他前段时间去了一趟那个这什么来着，这是什么来着， First Place of Internet。 哎，这个是 Tim Berners-Lee 的办公室吗？这是 Tim Berners-Lee 的办公室吗？是那个 Tim 的办公室吗？这个破了。就是 Tim Berners-Lee， 就刚刚我在这个，然后这是他的办公室的全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然后，所以就快速总结一下，我认为现在的网络或者互联网，我们需要解决问题应该是两个，一个是 focus， 一个是 speed， 就是你电脑的速度非常快。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你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的话，所以这是 SKCD 前段时间有一个，比如说那个1990年出了 PowerPoint 的时候，那个科技论文里面的附图的质量就直线就变成这样，这是 SKCD。 然后这个是一个 Impact Lab 的一个统计，是说你看啊，这个是绕世界一圈的这个分组的速度是190毫秒，然后这个是 Apple IIe 的输入延时是30毫秒，然后这个是 iMac， 这是 ThinkPad 13 Chrome OS 70毫秒，然后这个是 MacBook Pro 2014是100毫秒的输入延时，然后输入延时它是打字的输入 input 带，这是那个 ThinkPad X1 Carbon 用 Windows 15毫秒。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电脑的速度更快了，但是其实就是所谓那个安迪比尔定律，说安迪 gives 比尔 takes， 就是英特尔的总裁安迪，他把电脑芯片弄快了，但是盖茨把也吃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我们当时在想说如果90年代电脑就能那么快的话，我们在2000年，然后2010年是不是一次可以打开100个 Word？ 可现在好像100个 Word 打不开。
然后说到开机速度，其实我前两天拿到了一个文曲星什么什么 TC 800还是什么，你难道不知道越快的速度越快的设备开机速度越慢？有让你们记得我发现文曲星有个特别好的，就是它关机之后你按一下键直接就开机，差不多在小于我认为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开机了。我发现到现在为止，居然我们的这个电子词典，就电脑上电子词典还没有这段。这都说以我现在查电子查什么？没发现计算机计算器开机速度。我现在一般是用这个，比如说那个要你自己都忘了你这个是啥？比如说我用这个。Harry 啊，什么 Harry？ 不是，不好意思，听错了。我们也想一个随便的一个单词，比如说那个。Harold。然后它会掉，哦，看好慢。啊，好慢，好慢，就是这个是 pip。不如用 dictionary 点 app。Installed i i n d i 就可以了，就是 i slot 掉到那个。然后。然后我现在发现啊，如果要让我集中精力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种方式来工作。我就远程当到我的机器上，然后呢，把我要读的文章。放到 W3M 里面。W3M 不是那个字符多的那个？对。我跟你讲，那个 Tuna 的进攻站还特意兼容了 W3。和那个我提的话，他们就是。我发现 W3M 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东西。哎，就挡开了。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如果我们要用卫星信号去上网的话，我认为 W3M 是绝对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我说的不是这个兼容，首先它的里面是兼容，首先是不兼容，首先有 AX， 但是反正咱们广到下面链接就比如说杠乌班图，比方说杠乌班图那个是兼容，对，就是对这个里面看到的就没有，哎、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样。好吧，要不然的话会有一堆实验在做，拿不出来。你发现吗？按大写 T 是出新标签页的。还有标签页，你知道它有标签页吗？你知道有标签页吗？然后那个我再按一个，按 Ctrl T 是直接打开到新标签页，按大写 T 按大写 U 是可以到新的一个页面，比如说我去那个 news 点，好，上面去，哎，他也做了，我可以直接去这边看，还行，可以不动了，按大写 B 是可以回来。然后比如说我要看他的那个 comments， 我可以直接到这边来看他的 comments。如果我看到某一个单词要查单词的话，比如说查这个单词，按 alt 加 shift 加 w 就可以查单词。这是那个 W3L 里面内嵌的功能。哇哦！就是那个但是你本地要装一个 dict， 就 dict， dict 是一个。RC 很早的一个标准，它是一个可以开在网络上的一个 dictionary 词库。说到 dict 协议，大家知道，在2003年左右 ，DVD 它的加密算法被人破解了，然后那个东西叫做 DECSS。哎 ，DVD 有过加密算法？就是那个锁区的算法。哦，就锁区的那个是吧？只是五家。对，锁区的那个，后来这个算法被人搞破了，但是呢，又被这些电影联盟的人请一堆送棍去把这个就是请四处请诉，网络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存这个算法，于是我们的黑客做了很多事情，那个歌，包括把那个这个算法去编成了一首歌，对，告诉你说这首就是 C 的代码，不要描述一个 C 的代码。它首先有一个函数，它有什么？有什么参数？它做了一首歌，还有做 T 恤衫的，然后还有那个把整个这个点 C 文件压缩之后凑了一个素数，凑了一个大素数，然后托管到一个什么世界一个大素数的网站上，然后去把那个大素数下来，把那个宽窄名改成点 GZ。解压缩之后就是一个点 C 文件，哇，这个超有意思，超有意思。然后有到比特币的链上呢，当时有没有比特币？然后就零零三年还没有比特币，其实放到链上，现在再也弄不掉了。对，慢慢又换成一个 file， 那个歌的特别搞笑。
然后这个是 Marissa Mayer， 就是说到 focus 这个话题。Marissa Mayer 是那个雅虎的 CEO， 也是 Google 的创始顶峰之一，曾经是 Larry Page 还是 Sergey Brin 某一个人之中的女朋友。然后他说可能看的不清楚，我就简要说呀，就是 CNN Money 采访过 Marissa Mayer， 说你现在怎么处理电影院？他说他用 Alpine， 就是我刚给大家解释的那套东西。然后呢，他的习惯是每个周六去 do marathon， email catch up， 就是做一个马拉松式的 email 更新，然后把这个邮件读一遍，然后不知道什么。然后他说他那个，反正我后来看到这个，包括 Linda Stoll 用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 Alpine 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我就在想，Marissa Mayer这么努力的去，包括他在这边上介绍他怎么用一个代表像这两个 GDD 里面去那个电脑上放一个流动文件，把每个事情都进去。但是后来雅虎就靠这样子一点点就死掉了，所以我认为他这方法也不见有用，但我觉得。然后大家一直在说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个喜欢刷什么手机就停下来，但是你看在100年前大家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没有手机啊，问题对他们一样刷报纸也会上的。就他们这以前还有一张图没找到嘛，就是一堆人站在街边上拿着报纸在汪汪汪看，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刷手机没什么变化。所以这个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信息过载，我认为信息过载有几个办法可以解决。第一个是 ISS， 就把信息关掉就好了。solid down 的睡觉，喜欢 solid down 对，我现在我的 ISS 是这样的。我现在是自己搭了一个 TTRSS 的一个服务，而 TTRSS 最好的一点是它可以跟本地的一个跟本地有的 reader 客户端去一起来用。比如说有时候新华网的新闻你也要快速的看一遍，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我现在看到了。然后现在我的 RSS 里面我认为最好的是叫贵系 RSS， 有个分类贵系 RSS 然后可以看到，就有一些啊，这个很有意思，我安利一下，是在我的博客上面有一个叫做 Pinboard， 我买了一个服务叫 Pinboard.in 嘛，然后我现在看到的，我只要加了新号之后，它会再出一个 RSS， 那直接订阅这个就可以看到我相当于我的分享，我平时觉得好玩的东西，你就把它放到这里。然后，然后我会在这边用一个工具叫 Newsbot， 比如说我的 Newsbot 是Newsbot 我刚没有开啊，它通过本地去给我 TTRSS。 哦，你等慢啊，先不管它，我自己说一会儿也打开再说。然后用那个的话，我就可以在这个在这台机器上也刷 RSS， 就是比如花一段时间去把这个全部给你。刚刚 NTV 说了，就是 Usenet， 我再多说一句 ，Usenet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就是它是1970年左右有的东西，但是呢，它到现在为止活得还非常好。它活得非常好的原因是盗版视频，对，上面铺满了盗版视频。因为 Usenet 它有点类似于那个 BT， 但和 BT 不一样， BT 是你是个人的节点，但 Usenet 它是 ISP 有一些大的集中的服务器，它会把这个提供 Usenet 的这个镜像。Erotica， 哎，这是你告诉我的是吧？是吗？不是。比如说我要看的最近有要看的什么电影？Stalin 之死。推荐，然后比如随便找一个账号吧，它上面的所有电影，全部是以明文的方式、发帖的方式、灌水的方式发上去。就最早的 Usenet 是因为它是一个分布式论坛，就跟水木其实是一样的，就开通了转信。比如说那个水木清华可以跟复旦的日月光华，或者跟那个西交的兵马俑和。什么什么中科院的什么瀚海星云是吧？科大的，对，科大瀚海星云，然后就是去开通转信，然后呢，他们其实这个 Usenet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它有很多的板块，比如说我在这里面现场给大家找一下，现在的这个 NNTP 像这个 GMANE 和那个 GWENE 它实际上是。邮件列表的 gateway， 这是当时肖奇去添加的一个 tuner，
听到了，它在 NTP 上也可以大家用 NTP 去读，听到了这个样子。就是 JMAE.org 的 operator 听到了 general。然后呢，但这个其实本质上它不是一个 Usenet。现在的 Usenet 它大部分是一些收费的运营商提供你这个接入，因为它其实上的存储要很多很多，所以现在免费的不太多了。我找到了几个是叫这个 AIOE.org。比如说可以上面去找到那个比如 com.os.linux 比如说这上面直接去添加有一个叫 lt.binaries 然后那里面就是一堆人用一个叫 yenc 的一个编码方式，实际上就是有点类似 base64 把一部电影那个分成每一个可能 4K 左右的一个帖子一个一个的发，你就可以想象是一个百度贴吧，大概有一个人写了一个程序，把一个电影分成4K 的发到不同的百度贴吧的帖子上去，然后呢，它会有一个点 IFO 的一个，好像是 IFO 的一个，你下下来之后呢，它会一个一个的帖子去给它全部给聚合下来，然后解码，然后成为一个电影。而这个东西由于是有一些大的收费的运营商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归档，所以它下电影反而比 PPT 还要快，超有意思。但大家可以去看，但大部分是收费的，就是就像这种的那个 news， 它实际上已经是很少了。你看比如这个，你看这边会有一个单独的字段叫 news group， 就是一个新闻组的一个东西。好，我再然后就说到 focus 是吧？然后曾经也用过 Kindle， 基本上把 Kindle 的从 Kindle 3那个带3G的可以翻墙。Kindle 3当时是网络是漫游，是走的联通，但是它是联通漫游跟美国是自带翻墙的，还有可以把它通过 root 之后插一个 USBNet， 然后这上海通道是讲的，可以直接拖着上网，然后可以好像200K， 樊启江总共从樊启江经历的那个 Cast， 樊科亚就是 Google， 他曾经拿这个东西在铁路上、火车上拖着一个 Kindle 下 ISO 文件。下了那个 DBM 的镜像，我操，200KB 容量，然后这个羊毛被中国和俄罗斯地区的人民把薅惨了，所以我现在后来把这个服务给关掉了 ，WhisperNet， 那个这个 Kindle， 后来又折腾什么各种买了一堆 Kindle， 后来发现只是为了多看点书，但实际上发现没有看多少书，最终好像这东西最有用的就是泡面，压泡面，因为大部分的东西时间人的这个这个脑子主要是被。别的注意力给吸走，然后有人说，说那 consensus， 就说 ITF， 就是当时那个李星老师他们组织的那个，就 ITF 79，应该是2009年吧，不太记得了，就是当时去，应该是2010年，可能2010年在香格里拉饭店，然后招我们一堆那个大家去过去给他职业帮看点网络，我在那边看我非常神奇，但做的事情是，我坐在这个地方就盯着这个屏幕，看到哪个节点报警了，然后就拿起手机给那个。郑志岩老师打电话，哦，给郑志岩老师打电话，说郑老师网络断了，赶紧下来，他都不上，啊下来，但是郑志岩老师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你也得出来报，对对，但他那还有他那报警，这个马甲是 Cisco 赞助，正反两面都给穿过。前天晚上我还跟他一起修这样。然后还有 WN， 我刚说了嘛，就是那个 news from Linux kernel source。然后现在我们的归结点就是，到底我们现在是人在用电脑，还是电脑在用人？然后产品经理现在所谓的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他们在干些什么事情？看这张图，如何打造一款能够实现病毒式传播的上瘾应用？我昨天我又刷知乎刷了2个小时之后。那个觉得自己上瘾，就把知乎卸了。然后知乎凉了。下架七天。哎，你知道鼓掌其实这样可以加速，但是就是说现在他们其实一直是想办法把你给拴在这里，但其实它对于人的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任何的用，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可能会，这个问题现在好多人开始注意到。有一个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网站，一个博客，我给你找一下，一款杂志叫 Offline Magazine， 那个 ？A A D I， 那行出来了。
就是说你如果是在线的杂志，你去点了之后，它会出一个页面，把你整个杂志给挡住。哦，不是这个，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去我的这个 Pinboard 了。没有，啊有。No 啊 ，No hit。然后没有放。因为 offline 嘛。对offline， 所以真的吗？哦，反正他的那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只有你离线了之后，把网断了之后，你这个杂志才能打开，因为用 HTML， 你就做一个 JavaScript 给挡住嘛。我发现现在已经，有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时间被很多的黑洞去给弄。所以我前两天想过一个 idea， 我觉得这个 idea 很有意思。我跟你讲一下，我认为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写一个 JavaScript 的插件，比如说那个游猴的脚本，下面那个 Grace Monkey 的脚本。然后在我们的，比如说知乎的时间线里，把我们代办事项列表插进去，把我们带读的那个 PDF 封口，对，把我们带读的那个 PDF 的那个摘要，下一个封口，然后就可以刷着，比如说那个如何看待什么，然后突然就出现你自己你要复习的什么事情。后面我曾经一度用过 Evernote 攒了两千条笔记，发现那个笔记后来就是你丢掉就丢掉了。就后来我现在认为 Pinboard 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辅助，它尽管自己没有办法托管，但我去它当然是一个波兰的一个人做的，忘了是波兰，应该是波兰的一个人做了一个项目，然后你可以把它给集成到你自己服务上的 JavaScript， 然后呢就有各种各样的 API 是可以 pin 到。然后关键它这个 pin 的 list 还可以导出 RSS， 对，这个挺好，做一个，它是收费的服务，多少钱？十几刀一年吧，不太贵。然后其实以前还有人说，有人叫你说张总是这样的，不能在这边 control C， 不能给他装个 standard， 其实现在好像也实现了，对，大概已经实现了。但是我在想，其实，在什么那个，其实我们一直在 TMAX 上面两个人用一台机器。其实有 race 了，对，其实差太多了，对。然后，这那个 Tickle Me Email 是那个 Debian 的Andy， 他去年不是来中国访问嘛，他自己写了一个，基于 IMAP 的一个代办事项列表。他主要是这样子，设计理念是你把一个邮件丢到了一个七天之后再处理的一个文件夹，然后呢它有一个 cron tab， 每天会去把七天的滚成六天，六天的滚成五天，然后就是你把一件事情推迟到七天之后再慢慢的再回来，然后你每天开始你逐删的邮件列表，你昨天处理不过来你就丢到七天之后再一点点滚成，这是迪变现在的领导人 Nambi 他的做法，这个你两个做一个思路。delay 的多少天，然后一天一天的滚回来，啊，这个就是全用 MAP 嘛，这个很有意思。他还有什么？这个是我前段时间逛那个 Usenet 的时候看到有，应该是在Cardo 的原件列表里面看到，大约它的前景是这样子，有一个拓的原件列表，他有一个人说我将要在英国在哪个地方开一个会，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原件列表人一起线下我们去聚会聊聊天。然后有人就在骂说你这 FBI 调的一手好，你把我们都调来。后来我说就是马上就要骂人的时候，但是他的邮件列表管理员就出来说了一段，他中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回复既不是 productive 也不是 helpful， 就是他认为一个合理的一个讨论组应该是具有这两个特点，就是有 productive 有创造力的一些东西，而且你还是互相帮忙 helpful。我当时看到这两个词，我觉得他总结的非常有道理。所以说，你觉得 Q 上的技术群符合这两个？我觉得 helpful 和 productive 其实都有，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实现所谓的 consensus， 就其实要大家统一思想。统一思想。但我的意思是，就让大家规定要每天都盯在板上，盯在这个群里面，要能够有一个摘要机器人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用。特别。
好，后面我曾经还想弄一个叫 TrickPad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就是电子墨水屏，然后能够迅速开机，像文曲星一样开机时间，然后电量能有 Kindle 的电量，Kindle 量不费。后来买了一个国产的再版，一个 UFG， 然后上面是安卓装的 SSD 的东西，好像也可以，但发现什么做梦。还可以，偶尔用还可以。那是 BoxMax 吗？嗯，是。好，这些最后面就是号，后面给大家。BoxMax。后面这些个吧。哎。这个特别。哇！这么多。那么多。不是，他说 NX 都没。NX 都没。Chrome 它 NX 都带。哎，问题是好像是他在这个 X 里面也进不出来，就是被下了吧？真实化上，确实 NX 确实是，他就是没有完，被解析被吃了。完了，他不是续不起域名了？啊，难道他的域名挂了吗？今天的 NX 是什么样的？凉了，我已经挂掉了。哎，一百多，没有，它就是。这个页面是 RMS 它的一些照片，很有意思。这是 Matthew Stone。那为什么是 Sexy？ 哦，这当时电脑协会时代有几个段子，就段之前不叫电脑协会嘛。然后呢，它叫 Computer Association， 然后 Gmail 的那个阶段之后就变成 Computer Access。然后 To Do 我后来实在不想找了，这是当时那个下一任会长的招聘海报。哎，当时就有二维码了。就是在下第一个把二维码跪下了，我觉得挺早的，都挺早。因为那时候我用黑莓。对吧？黑莓上没几个软件，它黑莓软件很少。有个 barcode scan。对对，有一个可以扫，所以后来发现就是黑莓。我整理路由啊，这个是 MIT BBS 的站长，我给大家迅速的登一下 MIT BBS 吧。MIT BBS 它并不是 MIT 的，好像不是 MIT 的，它是 MIT 的，但是不是官方。对，不是官方，它原来是 BBS.MIT.edu。后来也凉了，被关了，被实名制了。对，不是，美国教育部长掌控，他是 GPT 吗？你需要把你的那个东亚蘑菇字符设置成双倍宽度，对，对啊，我还可以登一下，我从来没有登过，可以试试这个。算 PPT 大五码 PPT 啊，它这个网页版的 UI 跟这个是一样的。不是，我跟你讲啊，那个你要把你的东亚蘑菇字符设置成宽，你为什么不能用那个 Mac 自带的 Terminal？ 为什么要那个？很好用呀。这是 T-box 吧？你到下面一个你看用不了，为什么括号吗？因为有 T-box 挡住了。对。对。你看，可以在 Terminal。这好像是 Item Two。这如果尝试选中会怎么样？他不知道是吗？MIT BBS 这个是 MIT， 它其实刚好像跟水木现在用的是同一套系统。MIT 的 BBS 原来是叫 BBS 的 MIT 的 EDU， 这一年现在已经没了。后来被移出去，现在叫 MIT 的 BBS 套。这个清华人。这个人现在是在百度当什么首席安全科学家，去年开会的时候遇到，然后他叫韦涛，他很有意思。然后，这个是那个谁，号的作者。Larry Wolf， 对，就是之前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提这些意思，只是说我这有一个路由器，然后现在还可以去人脸的路由器。你怎么还搞情报工作呀？没有，这个是倪光南，倪老师，倪光南就是那个联想当时那个汉卡嘛，所以我以前都只是在书上或者在
在 man page 里面看到的人影如织。man page 有没有机会去路游一下，很有意思的地方。man page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哦，王小鱼老师，王小鱼，院士，那回去听他的讲座，然后请大英帮我拍照，然后大英就这么拍，然后王小鱼老师就非常紧张，用一口山东味的普通话就说：“你这样拍会不会让那个脸显得比较大？”然后关一开门，就这样。这张照片平时也不太愿意拿，不然我就知道不行。所以没事，你跟大英差不多是吗？对，后来，所以我认为就是那些照片跟这没有关系。所以我现在是在想，到底现在我们的互联网的先行者是不是让后来者无路可走？就是说他会不会比如就回到最早的那个理论，就是。在90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国内的互联网还没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因为国内的网络不好嘛，我可以看到国外的信息。但是现在，随着腾讯，随着这些巨头们起来了之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的这个周围的一些新的一些同学们，他们有没有机会像我们当年一样，获得到这些优质的这个开国眼镜的一些资源？不对，这个事情我一直在想，又没有想明白，所以只是提出来给大家一些思路。然后这是我刚刚推荐的一些 CEO 的一些电影。然后既然有人说电影能够使人的生命提高3倍，你知道对吧？看意思。然后这个电影是那个 True Eyes 于冰推荐的，是 Midnight in Paris， 就是一个作家，他去巴黎旅游，然后到晚上，然后穿越到什么海明威的时代，然后又穿越到什么大仲马的时代。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但他那个电影里面讲的是说，你穿越回去，可能那个年代的人也有一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我会认为以前的人非常，做的事情非常好，但可能他们只是被筛选过的，你们可能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然后广告，因为广告是证明我今天晚上是因为。大概就这样，好，那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们还我们要再留5到10分钟的时间。Questions。不是，你就不能用一下麦克的自带特例吗？那个问题点是非常好的。真的。我其实一直用，我觉得。那个你可以新加一个 profile。你可以把它就对，然后你直接把这有两个，一个把文本编码改成 GPK， 下面这个怕不是要什么？哦，这个是吧？对，就是这个 Unicode 的东亚摩夫字符较宽。东亚摩夫字符宽。哎，等会儿这个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啊？真的。没有问题。就是那些用于画那个 ASCII ARC 的那些方块的字符，在 Unicode 里并没有定义它的宽度到底是2倍宽还是1倍宽，所以说叫模糊字符。然后默认我们都就是在那个画 ASCII ARC 的时候，我们认为是2倍宽度，但是它在显示就变成1倍宽度。那英语话就是大号二倍宽。哦，对，我还有两段子没有讲，我迅速讲。说我当时在考试周的时候，那个在图书馆为了好好看课件，就用他那个终端嘛，图书馆的终端现在还在，我不知道，就那个电脑就非常非常受终端的，就没有什么性能。然后结果我就一边看着 PPT， 然后结果刷 Wikipedia 刷了一下午 Wikipedia， 然后买了一本如何治疗拖延症，然后一直拖到现在没有看过。然后还听到别人说他断网为了准备考试。结果练出了腹肌，他没有什么事情干，就整天做仰卧起坐。对，还有一个说法是说，那个人现在的注意力只有8秒，而金鱼的注意力是有9秒。
所以人现在的注意力平均注意力还比近视还要少一点。嗯，所以视力秒，那一秒被视掉了。哦，对，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 Heroes in My Heart， 我那本书，给我了。所谓的 Heroes in My Heart， 我相信大家去查一查那个 Heroes in My Heart， 现在在知乎上面有人把以前的帖子转过来，还配上图片。然后我一直认为就是在秋档里面，我其实也是跟主要是秋档看起来是在主业是在维护镜像，但实际上我更认为是一个学习小组，一个互通有无的东西。肖奇曾经说过，肖奇他说。说，但大家之所以在 Tuna 里面或者在开源圈里面互相都比较相处比较用融洽，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用的东西不好用，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讨论的氛围。但是我觉得我这么这几年在 Tuna 里面，我其实跟很多人学到了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比如说那个跟 B-boy 就是那个怪盗 ，Byword，我觉得跟他学到的有一条很有用，就是维护一个非常持久的博客。就是不要每次把那个博客去签一个新的WordPress 签到 Jekyll 再签到什么 Hacksaw 或者再签到一个什么上面去就把以前的那个博客直接就删掉，我觉得要迁移这个很有用，所以我认为从 Byboy 的内容学到的这个一个维持一个长久的 blog 是很有用。然后我其实又跟那个我跟肖琪其实学过一点，就是他有那个他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看 man page， 这个很有用。然后他跟我说去看 Bash 的 man page， 一天换一下午可以看完了，然后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现在我经常去 man 来看这个 man Bash， 然后一定要看。这个也很有用。然后以前跟夏峰学过那个 Open RRT 也很有意思。好。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在这边每个人都就是现在那个大家可能有一些同学刚从高中过来，他喜欢那种装弱，我认为不要装弱。就是我认为就是每个人都有比别人好的一点，就要把这个比别人好的一点要诚实的反映出来，要交给别人。我现在这个4000多页，对吧？他挖了一下午，他这样下午4000多页，好像然后他说他挖一下午，然后你接着看你就看完了。我是觉得这些很多的这些这些 idea， 就是你见到了。就是你有的时候是看到文章里的东西，和你见到了当场，你见到这个人在干什么很不一样。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还是在图书馆的那些小电脑前面，然后我是一边看着 PPT 一边刷 Wikipedia， 我看到旁边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黑屏幕，然后做各种各样 fancy 的事情，就过去问，就坐了半天问，然后那个人是什么？那是第一次见到徐本华，就是发现其实大家，我认为听到你还是应该去多去互相分享，这是很重要的。去玩这家公司。我觉得既然总是有点那个发了一个邮件，对自己的惭愧。好了，我没有什么。更多要讲的，那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不如迅速的，大家每个人花那个10秒钟的时间，也不用站起来，互相的介绍一下名字，然后也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算，我们就那个现场抗争子。这个我认识的我介绍，我认识吧，王淼那个大牛，然后 ID 是山哥王淼，然后是现在 Tuna 的那个邮件。连一手的主要回复者，但他这个耳机是 QC135，那个刘家昌是那个介绍完了，哦，我不认识，上次有 ID 是吗？他是 DC33，我是那个赛亚峰的同事，赛亚峰同事，对，我们做交流，大家好，那个迅速介绍。我是吴佳，基哥。基哥，我也是外国人。哎，基哥还在。我来介绍吧，夏亚峰 ，Coco Hello， 是那个Open WRT 的国内最早几个引入人之一，然后也是重要的老朋友。然后以前是维护过那个很多镜像，他是过那个基科乐园，就是徐本达他们搞的那个 BBS， 应该是。我在。是吗？现在是物理系的
叫金工人家管的。失敬失敬。哦，基科乐园。我是金燕零六，基科零六，应该是这里面最大的，比刊哥还要高一级。这还就是来着，来着。哈哈哈哈哈哈！什么什么是什么 ？UCLA 哦，对对。孙贤一，科大辣的。科大辣 ，USDC 辣的。然后 ，USC 跑到重庆考的北方。哦哦。不是。会长，会长，会长，夫人，会长，夫人。哦，我在文章会是人大的。人大，再一个。天津是会有的。这个病。任启华上交。哎，怎么还没过来？哈哈哈哈哈哈！谢谢。我们迅速介绍一下。我们是北工的。北工的。你介绍一下 ID 或者是名字。李思成，是北工的。感觉这个人厉害。我们要介绍一下，介绍迅速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的话，以后回去再看到 ID， 起码能对得上。好，我是青岛 Sparky， 那个是机械系的。机械系的。对。你的 ID 是啥？没听清。那个就是。就是那个日文的。你们每次都是用中文群念，然后今天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坏人在对 ID， 然后我就说，哎，你不是在，然后说，你们每次都是拿中文去念我的 ID， 我就感觉超级尴尬。你看，不是，你看力郎一样是日文的 ID， 你看人家都会念汉力郎，然后如果我这个 ID 拿中文念，就感觉超级尴尬。换一个。我是林伟涛，北大生科院大四，然后北大零 X 俱乐部的，现在应该算前社长。然后我以前跟嘉创一样，也是搞过计算机竞赛，不过我成绩没大好。大牛的第一步标准的是吧？标准操作。公务系是吧？对，公务系吹头员。你的呼号是什么？DH1 TA2 那个 Bravo Hotel One。 Yes Bravo Hotel One 是吗？Tango Alpha November。 Tango Alpha November。 Bravo Hotel One Romeo Lima Whiskey。 OK。 其他有一排发生的时候是吗？对，不是那个没办法的那个赛道 Oasis。我是蒋宁，大一萌新，然后Telegram ID 是 David 的蒋。我发现大一的萌新看起来都一般比较老。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军训，你觉得军训的原因是吧？可能皮肤慢慢恢复。头发长出来了已经。我是隔壁的，我是北大的，然后大一。世界一流的大学。世界一流。不要黑我，我是那个就是密码。双一流。就 JSTWRD。名字是那个，也是一串日语。OK。对，我讲过真兔的那个，就是讲。哦，失敬。韩立成，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陈佳杰，清华大一，本科计算机在读，然后我的头像就是那个蓝色头像，一个圈没有，就是那个很酸的人，对，就是那很酸的人，好像是为数不多的 Emacs 的用户，对 Emacs 用户，哇 Emacs， 然后我是那个王玉田，然后也是计算机系的，然后之后，Telegram 里面是那个 Kina。好，没了。Kina， 对 ，Kina， 就管他西瓜什么什么 Kina 吧。哦，我还有点印象 ，Kina。Kina 啊，我叫范哥，然后我头像是枫叶 ，ID 是美好，常年潜水。Hello。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饶佩然，信任会，那个 Zever 姚，然后我曾经连续一年把他的 ID 给拼错。
就是就我可能现在也会拼错，但是 XAV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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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I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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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记住那个那个 X 怎么发音？灾，好，灾了没？灾啊，就是那 V I 杨，你是哪里的？哪个老师？就是杨涛，就是杨涛。杨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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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应该说是八字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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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姐，我印象美林老师应该是原来是经管的，后来去计算机，我没有学过，原来是，现在是清华大学网络中心，计算机算中心的，信息化网络计算，信息化计算网络，中心的老师，我现在是清华的主网络赞助商。那个我还来介绍那个 Blink 那个学姐，不是那个我觉得澄清一下，那个根本就是毫无来由的，就那个于新建，但是非常厉害，这是我的主要网络供应商，就拿手机挖矿，索尼的蓝牙接收器耳机的，然后它是个粉的，特别 gay， 我就差点拿喷枪给喷黑了。哈哈哈哈哈！可以去就找一电路方面可以找一下，旁边我就不用。前 USDC Lab 的成员，现在已经被现任的会长一封数字签名信转接到了组长，然后组织关系，像是 P 这样的关系的，然后上面有 P 签名，组织关系只有一个 signature， 顺便我吹一波那边天一是其实是前一任的 USDC Lab 的会长。哦，在。哎，那个说起来是谁在那 USTC 放了一个 Tuna 住 USTC 办事处？我。有个正大的一个牌子，好像还是金的。烫金的。一个银的一个牌子。银色的。一个银色，然后那个 Tuna 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事处。哦，党凡我来叫党主席，党凡，然后是他的博客叫有一说一。然后我已经订阅了之后两年都没有更新，前两天终于更新了。然后提示是 feed 43什么 gateway error， 就是两点，他的博客没有 RSS 输出，我拿 feed 4，是你提供了 RSS 输出还是我找的 feed 4？对，我拿 feed 43去做了一个他的博客的 RSS 输出，然后两年没有更新，然后前两天终于挂了。我记得党主席以前对于那个 NFC 方面特别有研究，还有一些现在也是，对，现在是那个刘云浩老师的，是学，现在还是刘云浩老师学的吗？要毕业，官方的不是刘云浩。刘云浩老师也特别牛，因为我看过他的简历是那个，对，我去那个计算机文学，不，去北自动化系的，自动化系的是吧？对，然后北外读了一个文学硕士，去北外读了一个文学硕士，然后又出去了 MSU， 对，拿了硕士和博士，然后跑到港大当老师，然后对，好像还是现在又去 MSU 了，好像还是我那个网球非常厉害，是排球哦，对，软件学院的那个院长，前院长。对，最后一个。我是吴东阳 ，ID 是阳，那是挑战。这是什么？软件学院的。哦，正好。好。那个党拿枪。那个好戏。哦。那我们现场面对面见，请吧，好，一个段。今天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八卦一下的，可以再说。杨振宁。杨振宁。
买玉米，买玉米。哦，对，买玉米那个段子很有意思，是这样的。SCATE， 以后大家可以给那个，在秋风的段子里。他自己有博客。是这样的，我有一天，因为我是 schedule 啊，然后我想去买这个 sket.eu， 就是欧盟的，但是欧盟的用，然后现在卖出去，正在出售，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写的是，哎，1.499，对，欧元差不多七，差不多是十块钱左右吧，后来我用了别人的，用的那个是彪哥的，彪 Kibitz， 也是以前秋大的老系统管理，用他的那个信用卡去买，然后他说可以帮你买啊，该买他们扣款2万多。后来我继续讲啊，后来我就吓懵了，赶紧打电话，然后中国移动电话6秒。1块钱的那种电话，然后去的，然后我就说那个 sorry，I'm a stupid man， 你blame me， 知道吧 ？OK，you are stupid， 不，然后来就把这个给去掉了，然后又让我交一个什么手续费，交了三十多块交过去，然后就一直取消了，然后他那个域名非常坏。后来好像是在欧盟都是点儿是啥？对，后来你看他这个很不起眼的位置写了 price in words。就风口还跑着吗？这个还很纯那个 JavaScript， 一共18行代码，16行负责那个2行负责生成词，16行负责飞。我可以飞出一些看起来骗人的。哎，上次不是猜准了一个智能合约？没有防御，因为基于之前挖掘的人工智能定制化人工智能的必然要求就是人机计算机不可以。数字计算机视觉的本质就是定制化人工智能。然后这个叫什么？汽车全息的未来就是出行融合。挺好的，就纯 JavaScript， 无人机二级效应。对，用来鄙视那些互联网产品经理的。还有。SDF 那个很有意思。SDF 是一个提供 Unix 设置的一个。对，它是，这是它的特点。哈哈哈哈哈。它好像是一个，它是一个 NetBSD， 就是它会有一个免费的账号，给你好像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但是到了可以续期，就防止有这个就占用资源。然后它有 Help， 它有这些命令，但是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叫做 Pine 的东西。但是那个 pine 实际上是 must， 被打完了之后，写成 must， 我估计他那个软件包不怎么厚，就是他的欢迎有点意思。而以前好像那个网络学堂会提供一个 Unix 大典，是吧？对，提供一个 Unix 大典，然后 Unix 大典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讨论区里面就有一些软蛋在里面说啊，老师我不小心选开启了 Unix 大典，怎么退不掉啊？会不会扣我学分啊？然后就是那个其实是那个一点那门课之后，大家免费给一个 Unix 主机上面开一个账号，你可以上去操作练习，根本只是用了网络学堂的那个接口去。是一个假的课。是一个假的课，好多软蛋就上面说啊，我开这个课会不会扣学分？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挂不对？但是大的课。那个东西可早，那都是99年的时候，有个叫外屏的老师在用了我们一台 SAN 的E250。开的那个开应该开到了10年左右，后来那台机器挂。他不是 Solaris 四还是5吧？应该。不是，那是 Solaris 8的。哦。后来我去云南生他们穷。我们地方还有一台 Solaris 在垃圾在垃圾。哎，说起来那个，我曾经见过水木的，就是 BBS 点清华点 EDU 点 CM 的尸体。就是它是一块 SAS 硬盘，万兆硬盘，
当时水木我应该记得是2011、2012年、2013年左右，最后有几个法学院的人在上面争夺控制权，争夺那个法学院，对对，是校内的那个水木，就是只能校内登录的那个水木，或者是法学，当时就法学院的人在上面，当时有一些主要的帖子，随便一个帖子能上，实际上是那个十五招领大队，就他们的那个信息会，行动演习大队的那个十五招领会上时尚，然后后来一些法学的人都要互相争什么控制权，结果就挂，然后硬盘挂了之后再能修，然后那个水木就死掉，原来就在三幺二基本上，不是对面那个，三就是那个门口的 Cisco 培训那个教室的，就那个屋里面一台橘色的一个大机器，他就死了，水木我还摸了一下。然后那个密码好像很长，有一个你这样子一堆，然后后来周宇原来也是听到这个 lab 的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为了应对这种密码的长度，他怎么办呢？把所有密码全部用二维码一维码打出来，然后随身带了一个条码枪，barcode 要输密码的时候，拿出从背包里拿出一堆纸翻到那页，然后就翻一翻。超级安全，超级安全。还有说自己读我的编码，没有没有，就是barcode，就是普通的，就是barcode的标准键盘输进去，标准barcode的，对，标准barcode输进去，很厉害。还周宇的那个，哦，周宇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最早期的时候，就是网络中心在每一个紫金的楼里面都有一个，就是网管。然后，但是网管那边的话，就是紫金不是晚上十点都停电嘛，但是网管的环境是不停电的。但是网管那边环境不是随便都能进的，就是网管那边都会放一些服务器啊，还有类似于像早期的时候，清华紫金那边都没 WiFi。然后都是那个有线，就在那里面架那个定向天线啊那之类的，但是服务有些时候不稳定，但是基本又不能随便进，这时候怎么办呢？因此就搞了一个无线控制的一个插座，然后就是那边挂了，然后就弄一个插座，就走到房间门口按一下开关，然后重启。哦对，想起来你说的那个宋方瑞，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宋教授，宋教授。搞一个用什么IC 卡去刷开门禁，那边接了一个乐 BS， 拿那个PN535是吧？PN532写了一个，那个读出来之后，直接你刷一下卡还可以有人授权，就你们那个 IC 卡虽然没有什么 API， 但是可以用。我这个段子讲老了，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更多的段子。啊，你是说我们科学的那个人？对对对，啊，那个人，坏人，掌控，目前的年纪。对，我真的刚说的那个，就是能够在你知乎的时间线里面去塞一些你自己的代办事项，觉得很 promising， 很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样子。行，不会的，不会的。还是会就会滚过去，这样就不看直播，就会滚过去。哦，我曾经一度把那个人 localhost 去 host 的文件设成人.127.0.0.1，然后这样每次打进去就会被自己屏蔽掉。就会 welcome to Nginx。It works. 各位还有其他的段子要讲？我有的，今天没有人拿网线。有啊，一般来说我们现场都会有人带网线。坏人。哈哈哈哈哈。RJ45双表现。好软。哎，要不要再问？你们要来这个姿势？我们要做这个。那我们今天的真的活动结束，谢谢大家。高级把戏。